哎，你刚才不是问我吃多少这个问题吗？嗯，啊，我现在给你解释啊，一个呢是强调吃这个动词，所以吃呢就是让你多吃的意思，所以这么说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一个呢是强调少这个形容词，那就是让你少吃，限制量的意思，所以说起来呢就是能吃多少吃多少。为什么不强调多呢？哎，那么说话会很怪的。怪吗？不信你听啊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是不是很怪？现实中谁要这么说话呢？老师讲的太好了，那赶紧喝口茶吧，一会儿来来来，喝茶。行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你猜我是让你多喝还是少喝呢？王小倩那么讨厌吗？小米粒都太可爱了，你真幽默。有喝喝，你别喝了，有凉了。太苦了。苦啊。嗯，喝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金罐加多宝。好喝吧？味道好极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味道甜甜的，凉凉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父亲这几天在沈阳的自贸区准备洽谈合作项目。哦，我可以建议他把加多宝引进到欧洲，做欧洲的总代理。厉害了，你这爹爹呀！哎，这里面都是什么呀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加多宝凉茶，据现在相传有2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边有金银花、菊花等，其他我就不知道了。它的生产过程相当严格，我也没看过。还有一句经典的语录：大金链子，小手表。一天3顿小烧烤，吃烧烤必点加多宝。那先喝加多宝呢？必点烧烤啊！赶紧吃吧，赶紧吃吧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这烧烤的味道也挺好的，是吧？谁做的？我做的，我做的。你做的？你太棒了 ，I love you。你亲我干啥呀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也不能亲我呀！哎，别别，我王小倩，看你咋这样？美女亲你口就亲一口呗，有啥不乐意的呢？我亲你，你乐意不？我不乐意。那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亲我干啥呀？给我赔礼道歉。我喜欢你才亲你。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瞅瞅你那基因。你要真娶了她吧，给你改改，那不比整形来的彻底吗？你桃花运来了。这哪是桃花运呢？这不桃花劫吗？你不能喜欢我，你要喜欢我，你就找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谁呀？他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别听他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。你撒开我，多好的姑娘。
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喜欢小米，小米不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还有戏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回去给我爸爸打电话，让我爸爸明天来看他，准备好加多宝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这个咋整啊？小米粒，我把我说的这么坏，他都喜欢我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。至于吗你啊？小米粒，你救救我吧。我咋救你啊？当我女朋友。